礼拜五晚上的探究身体语言跟手语的研习，那我们这个课程是由胡松德老师所指导的。现在我们欢迎我们手语班的同学出列，那我们也请下一个班级活力势能有氧班的同学，请您准备下一个节目。活力势能有氧班的同学，请您准备。各位都知道哈，这个手语的应用，这个是我们的施用的对象，大部分是太不讲话的朋友，就是听障的朋友，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延伸拿来作为娱乐啊。那所以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北投社区大学我们的手语班里面，我们也曾经邀请过龙朋友到我们班上来跟我们同学实际做一个座谈。那事实上我们同学也不错，他们的手语都比得蛮好了，但是因为在这里各位都会讲话嘛，各位会不会讲话？会嘛，所以哈，我们就没办法跟你用笔，我们就用音乐的诠释，然后来做一个手语的歌的表演。首先第一首歌我们为你带来的是恨你不回头。王静，你不要走，为什么不肯留？究竟是为了什么？每个人很用心的做事，我们就想心想事成。
就是不要躺着，跟着我们一起来做。印尼一定会好过。那你看要不要说？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，爱拼，爱拼。好，举起你的手来，哎，献祭。嘿，多变的社会，加减嘛有问题，时代在经过。这是难免的，世间人真多，人多话就多，三世人讲五笑话。嘿，人生在世苦短是短，只要咱认真啊做，大餐买菜嘛是无关系，凡事想好开，凡事放放。
社会加减啊有分地，心内底经过，这是难免的。世间人正多，人做话着多，啊是人讲五些话。人生在世，脚踏实地，只要咱认真啊做。是无关系，凡事想不开，烦恼放风飞，共同打拼走同齐，今日一定会好过，今日一定会好过，因为有你来作伴，今日一定会好过。人生在世，脚踏实地。只要咱认真啊做，打草花菜嘛是无关系。凡事想不开，烦恼放风飞，共同打拼走同齐。今日一定会好过，今日一定会好过，因为有你来作伴，今日一定会好过。对不对？我们各位好朋友啊，今年一定会很好的过，谢谢你的欣赏，我们。